好像是吧，我觉得。他说对。他压根没看到我呀。我在这，干嘛？干嘛呀？没事。你好高呀。嗯。你穿高跟鞋都跟我差不多高了。所以你这是在哪儿啊？什么在哪？什么？这么大的波澜吗？你干嘛不好意思吗？我不好意思。有啥不好意思的？啊，外面好冷啊，你冷吗？啥？他不太有意思了，我在直播。怎么看着了？你从哪边过来的？从滨江。好吧。嗯，咱们那个车，小型车。你要上个镜吗？啊，你别不好意思吗？你要上个镜吗？我要上镜吗？他们说想看看你嘛，你要上个镜吗？你过来嘛，你别害羞嘛。哎，我们不是，你别害羞嘛，上个镜嘛。真好看。没事，他什么？有什么尴尬的呀？啊，这有什么尴尬的吗？为什么这里会有个尾巴呀？对，这是手机。为什么这里有个尾巴嘛？你走哪里去嘛？我车在那里嘛。在哪里啊？我车在边上啊。好香啊！我靠。小人车，我扶你吗？你自己走吗？很危险的，过马路。我牵着你吧，牵着你，走。不是，主要是不安全。你别怕我，你别怕我，你别怕我。欢迎恩总，这车干嘛？你笑什么？什么？哟，什么？你这个车太牛逼了。我的车还行吧，就是稍微老了一点点，其他都还好。干嘛不上啊？没事啊，可以坐啊，很好啊，这车。干嘛呀？笑什么嘛？我帮你移一下啊。这有点不想坐，我操。可以吗？坐啊。你不想坐，打车也行。打车的出租车跟这车也一样，出租车以前。这就是。干嘛嘛？我觉得这车挺好的。上，刚刚不理我。啊？我们去吃个夜宵，吃点东西吧。吃饭了吗？去哪里吃？你想吃什么吗？不知道。主要先上车，外面冷不冷？干嘛嘛？没事的，这车好得很。好吧。啊？走啊走走走走走，先坐上去嘛，没事的。干嘛？干嘛？这次还可以吧？还不是很差吧？你干嘛不理我啊？我车钥匙呢？真的是。我应该叫你啥呀？
这跟你聊了那么久都不知道你叫，没问过你叫啥？叫我梦梦。梦梦。梦梦。做梦的梦吗？对。啊，梦梦。等我拉个手刹啊。这车稍微有点破，但是就是开是能开的。你要系个安全带板，你好不好？我可以脱个衣服吗？好。我忘手表了。放心，这车干其实挺干净的，你不用坐的那么拘束，你完全不是，你完全可以把腿伸直一点的，不需要这样勾着的。好，我习惯这样坐。好吧。你想吃什么？我都可以。都可以啊。其实我是比较纠结的人，最好你还是有点建议会好一点。但是我都可以啊，吃什么都行。吃什么都行吗？第一次见面你说吧。吃什么呀？你说吧好不好？看一下。可以拍你吗？哎呀，我真的不知道该吃什么。牛道还有开门的。牛道是吃什么的？烤肉啊。关门了。我关门了是吧？好的。还有什么可以吃的吗？我的直播没有多少人看的，你要跟他们打个招呼吗？好不好？啊？吃火锅吧，要不打个招呼好不好？哎呀，你别叫我，不好意思。那就我吃海底捞吧。海底捞不应该是十二点之后才有吃起来有感觉一点吗？那什么时候吃啊？那吃什么啊？你吃过晚饭吗？没吃。哦。那就吃烤肉吧。烤肉啊？那你找个地，我都行。我想吃那种方便一点的。方便一点。哦，方便一点的。开字了，包子，这包没有，大晚上没有吃包子的地方，而且吃包子也不知道在哪，天天吃不是？啊，真的不知道该吃什么。感谢杰宝的一个千万观众，谢谢。我们先逛一会儿好不好？我想去买杯喝的，口好干。
行，那我先拍你吧，我就开车不能拍我自己，可以吗？你别害羞嘛，好不好？我拍了，啊，哎，走了啊。干嘛？太恐怖了。没有开美颜，好看的。太恐怖了。哎呀，熄火了。不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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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技术不好，不是，不是车的问题，不是车，我技术不好。技术不好，兄弟们。技术不好，技术不好。买那个吧，买杯喝的好不好？好像关，现在几点钟了？九点半，应该是开着的。喝吗？都可以，一点点吧。你要喝吗？想喝一杯，太可渴了。去应七七那边也行，你说了算。我都可以。干嘛？咋了？照了一下后腿，我觉得。挺火的。